哎，虎山、嘉里山完成，耶！好，虎山虎加虎，加虎，老虎。五月三十号6:40开始，现在6:40，6:40哦。哦，今天溪水很大哦。到了，虎山。哦，虎山来了。虎山。刚好一小时半。你要震一下啊、哦。6:40左右吧。3:00，3:00，来。3:00，1492，虎山。3:38。哎，这个字不清楚了，上来。哎呦，这边可以。虎山。8:。30到达，6:40出发。好，再一个，好，再一个。今天虎山、嘉里山、虎山。哪里是嘉里？嘉里山。就在后面。后面。哇，对，这么长，野山。这么长啊！哦，红包在这里。好，大板根。那两颗都是大板根呢啊！对啊。它跟它连在一起耶。对，这个它穿过去耶，你看。它，你看它们是连在，它穿过去，哦，穿它根。对，它想跟它摔跤是。到大溪的大板根哦。等一下，来。小心那边看到虫哈，一直穿哈。进去。好，等会儿。我走进来。啊，一二，你走进哪里呀？你看不到你呀、啊！就是要开看不到啊！一二三，看不到了。哦，按你摸的。嘿嘿嘿，它里面蛮深的。是啊哈，也要拍耶。嘉里山。深多少？哦，这样才走，OK。嘉里山了，开始。多太多了，这往下山太多了啦，很硬哦，下次来再考虑了。我怕龙哥一直要来哦，又开团哦，昏倒了。还好他没有来，因为我觉得他膝盖这样不行。很陡。
这条路是往腾龙山，腾龙山，就腾龙山，腾龙山，再往这边走。然后呢，这条路直走嘉里山，嘉里山，这条路虎山，我的虎山。我们到三岔路了，10:07到了三岔路，然后继续往前，杜鹃岭。等一下回家组织好了，腾龙山回家好了。比较快吗？因为那个大众这个应该算说是，古道。哦，好。比较清楚。没有那个斜。没那么陡，对，它古道比较平缓。好，然后嘉里山就到了，不在一公里就到了，赶快我们咱上去下来，照个相，先照个相吧。这一路就过去了，下午变天了。对啊，赶快不要照相。来，先往上，来来来，来，先一个个，这个第一次来啊，杜鹃岭。20%。很惨，很惨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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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1、2、3。啊。好，你牌子拿低一点，因为那个反光。对，1、2、3。好，1、2、3。好。11:08到达。嘉里山，这边。上来，走过来。是吧？我们拍完就走了，去吃吃一下。这里啊。这个腾龙山不好走，太陡了，小心哦。很陡，绳子要抓。都退路啦。没走，来没来过不知道。龙横山过后才是古道啦。倒退了，手上拉绳子倒退。好累呀！看到。都平路啊，都平路，你看。很累。都平路。很累。腾龙山，北腾龙山。横龙山，北横龙山。是古道吗？古道，对。这就是古道。挺著名相亲的地方。等下我们去相亲啊。去抢亲。抢亲。看谁刚好吃。好。哎，这1655腾龙山1655照相。1655照相照相，我们来看天气，近的似的。哎，对，看一下天气。嘉里山，嘉里山，哇，好。好辛苦，望山月。
很辛苦啊，家旅山，翻山越岭，该充饱电。哦，难怪啊，你那么硬，神龙山。嘿嘿。摸一摸，摸一摸。摸一摸。摸一摸。神龙山。保平安，保平安。摸一摸，保平安。可以。可以。大家。哦，都很脏啊！一二三，对，啊，好，这一张，这一张，好，一二三，好，三字森林深脚点。腾龙古道，木庄。嗯，这是很大的坑。这个水泥庄呢？啊，遗址，这都是。哦，很大哦。都有血啦！哎，等一下，他这有血。恒龙山警所旧址啊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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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拍一下。这个。对。这个。好，拿相机。噔噔噔噔，恒龙古道结束。结束，走几小时？现在2:22，6:40走的啊？走了7:42。7:42，七小时四十二分，现在是14:22。14:22，红古道。这，还要再300公尺。1538，1538到达停车场，结束了这次的虎山、嘉里山、腾龙山三座完成，大概几小时完成了？总共几小时？858。8:58完成三座山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终于完成了。啊，没有看到小米酒。小米酒。